儿的安全我都安排好了，现在在他们家附近租了一栋房子，夜里面他们都会守护少爷。老板，万一云浩再做出过激的事情，我们怎么办？来，大家听我说，刚刚我得到一个消息，安全司的陈司长要陪政府的一位客人来我们这里视察慰问，我们要做好准备工作，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忽影响未来的合作，大家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继续工作。马先生，这就是模式，请吧。郑总，这位就是……不用介绍，我们认识。打过交道。哦。你好，马启明先生。你好。真没想到啊，今天接到上级的通知，说有一个政府的客人要来访问模式，没想到就是您。这回对上号了，欢迎欢迎。诸位，马启明先生是第一次来到模式，我们现在有请马先生为我们大家说几句话，请。几个月前，我曾经有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，是我们模式的探员拯救了我。我今天能站在这里，全是因为你们，因为你们在座的诸位。我感谢模式对我、对这个城市安全做出的贡献。我这个人很容易动感情，也很重感情，所以我想把下一步的投资重点放在巴掌，为这个城市的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。啊，谢谢大家。为了感谢各位的辛劳，马先生今天为各位略备茶点，一会儿休息的时候请各位慢慢享用。 Please enjoy。 谢谢马总的美意，巧了，现在正好也到了午饭时间，那么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，大家把手上的工作暂时放下，可以去享受美食了。再次感谢。哎，马总，马总，马总你好，您还记得我吗？你是？我叫陈静文，之前我在您公司上班，我就是那个李总的小助理。哦，你好你好，你为什么在模式啊？李总他出事之后吧，也发生了很多事了，不过现在呢我就在模式上班了。啊、哦、太好了，好好干，咱们又见面了啊。谢谢您啊，我给您介绍一下我的领导们吧。来来，这位呢就是我的师傅石云浩。
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儿子工作的地方，我不能来看看吗？师傅，马总是你爸，怎么没告诉过我？那这样，让我来采采你师父其他几位朋友。李俊杰，你好。云浩经常提到你啊，你们从小到大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，不容易，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从小到大，他一直都在提你，我就奇怪，为什么有父亲还要住孤儿院呢？养儿子不容易，稍有让他不顺心的时候，他就让你下不了台。你父亲肯定明白。我是孤儿，我父亲的死我还在追查。子轩吧，你好，你就是木川的女儿吧？请原谅那次在医院对你的无礼。我的朋友替我挡了那颗子弹，当时我心情极差。您客气了。喂，陈司长，能不能安排我见一见木川？上次警卫遇袭后，任何人想见木川都很困难。如果我能劝说木川交出 VX3 呢？那我可以试一下。好吧，你早点休息吧。石组长，你怎么闷闷不乐的呀？哦，没事。是因为马先生吗？其实我特别羡慕你和李俊杰，还有周组长，你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风雨，彼此照顾，互相信任。我也想有这样的朋友。我从小就没什么朋友，也不善于交际，所以大家都觉得我独来独往，比较孤僻。时间久了吧，也就习惯一个人了。你想跟我说什么呀？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吧，你想和什么样的人做朋友，那你自己就要先变成什么样的人，这样才能够互相欣赏，彼此吸引。所以呢，我一直把你当作榜样。三叔，这些药我都标上标签了。你记得喝药啊。好，一定按时喝。 OK。 你总是不好好照顾你自己。好点了吗？OK。怎么突然想起来要见我了？
有什么事儿您说吧。控制单元还在你手上吗？当初你给我承诺了什么？您在打什么主意？放心，我没让你交给我。那您为什么问这个？我要你答应我，要遵守承诺，控制单元不要交给任何人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如果不行可以跟我说。不用，我也该去见见他了。我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子璇跟俊杰了。我对你真的很失望，我以为你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做是很危险的？我现在不把真相告诉他们，那才是对他们的危险。难道像你一样吗？您不觉得您这样很矛盾吗？觉得我很矛盾吗？您不矛盾吗？其实我一点都不矛盾，我只是用一个谎言解释另一个谎言，用一个错误去弥补另一个错误。17年前，我和子轩的父母为了为 X 计划努力着，他们是我此生最好的朋友。那场爆炸后，子轩的父母带着 VX 原型机准备逃跑，我奉命去拦截。那时的我为了成功可以舍弃一切。木川，你先听我解释， VX 计划有问题，我们收手吧。不用解释了，把 VX 原型机交出来。我不能交给你。看在老朋友的情分上，只要把 VX 原型机交给我，我让你们安全离开。多想想你们的女儿吧。站住！上面指示，谁都不能离开这里。少废话，任何事情由我承担。那也不行。什么行不行的？我现在带周志平夫妇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。师姐，我们走吧，没事。马夫人，上面说了，任何人不能离开。上面是谁呀？啊？你让他给我打电话。马夫人带走了周志平夫妇。志平，那一刻我感到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让子轩的父母还有你的妈妈离开。当我赶到车祸现场时，你的母亲已受重伤。志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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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答应我一件事，你说，你说，我照顾子轩，一定要照顾好他。对不起，志平，一定要照。放心，志平，志平，志平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感觉到，我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否正确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决定离开天蝎。看着子轩独自坐在校门口等待着父母，自责、懊悔、怜惜，种种复杂的情感交织在我的心头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子轩成了我生命的全部。我发誓，以后我的人生是为他而存在的。子轩啊，
三叔带你回家好吗？他们有事，出去一趟。来，只要您把所有的事情说出去，我们就可以扳倒那些人，扳倒天蝎，为死去的人报仇。天蝎早已经不复存在了，所以您根本就没想帮我们。现在我的旅程即将结束，但是你刚刚起航，所有的真相你要自己去查，千万不要告诉俊杰和子轩。这是你让我给你买的蛋糕。带个蛋糕进来，经过了多少关卡，一点都不容易。安全司的问了不少问题，他们还专门送到检验室，鉴定里面的成分。这是他们的工作。你为什么不让他们买？你不担心自己的血糖了吗？人总是需要放纵一下的，陪我吃一点。我没胃口。子轩，你太紧张了，太紧绷了，放松一下吧。你还想让我怎么放松？你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吗？还是你以为我们在这里开派对呢？这里虽然是医院，但门口全部都是警卫，你依然是个犯人。而且你从来都不配合警方，从你被捕到现在，你始终没有说出过天蝎成员的一个名字，甚至是连一个有用的线索也都没有说过。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说完了没有？我没有。继续。我不想再说了。子轩，一直以来你都是一个很冷静的女生，刚才你那么激动，我真的有点怕。我理解，我所做的一切让你失望了。他知道马启明去魔社的事。我一直以为马启明到魔社是为了示威，但那天他来的时候表明了就算我们知道些什么也拿他没办法。我也是这么认为。你知道之前木川跟我说什么吗？如果你真的爱子轩，带他离开这里，去重海，去欧洲，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。为什么？不要问我为什么。你不去一定会后悔。其实他跟我说的也是为了保护子轩，让我千万不要交出控制印。
叫李俊杰带你去重海，去欧洲，去一个你们幸福的地方。那你呢？就这样浪费掉你的人生，你觉得值吗？我的人生已经浪费掉了，我不想让你也这样。那份礼物，你先拆开。这个照片我还给你，你曾经跟我说过我不配拥有它。很可惜，那是我人生中最美的回忆。
杯咖啡回家，后面的事情我做。周子轩组长，请你跟我们走，配合调查。等等，周组长，请节哀。今天八成警方怀疑木川中毒身亡之前吃的就是你带去的蛋糕，所以想请你到警局协助调查，希望你配合。他跟木川的关系你也知道吧，他怎么可能杀木川？你先别着急，放心吧，模式会站在你背后。站在背后有什么用？跟我说有什么用？俊杰，我们会陪你一起过去，放心，清者自清。行，我陪他过去。算了，我会很快回来的。你在模式那么久，规矩我就不多说了，我们直接谈案情吧。你跟他见面的时候，木川有吃过什么食物吗？他只吃了那个蛋糕。你为什么给他买蛋糕？我向安全司做过说明了，是木川让我去他最常去的甜品店买了那个蛋糕。他说他回监狱之前想吃一回甜食。我进病房之前，那个蛋糕是做过检验的。报告我看了，那是取样检查，要是在蛋糕底部藏了什么药片，那个检查是发现不了问题的。所以你们认为是我下毒毒死木川的？你跟木川什么关系？在八成模式是上下级关系，但他是我的养父，虽然没有正式收养过，但我从小到大都是他一手带大的。但是我听说你们的关系不太好。其实我一直以来把他当成我自己真正的父亲。当我知道他背叛模式之后，我们的关系才出现了问题。会不会这个问题被你放大了？你们在这里审问我，就是在浪费时间。杀死木川的另有其人。希望你明白，这是必须的程序。蚊子，李俊杰，你能帮我进一个医院的监控系统吗？应该可以。把所有录像拷贝下来，配合警方调查。哎，等一下，子轩姐怎么样了？在安全司，配合调查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喂。好。怎么了？我要去警察局一趟。石先生，木川是怎么死的？我只知道他是被毒死的。那是谁下的毒呢？这个我不知道。你有没有伤害木川的动机呢？吴探长，监控画面你们也看过，我跟他没有任何身体接触。那你跟木川见面的时候，你们俩都说了些什么？我们说了很多，但是我们说的话在证词里面我都告诉你们了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是你开车送他去买蛋糕的吧？是。有什么问题？蛋糕我们反复检查过了，没有问题。
不过周子轩是最后一个见到木川的人，紧接着就出事了，所以目前他的嫌疑最大。对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？我跟你说，我认识子轩很多年，我认识木川也很多年，他们的关系我非常了解，比父女要更密切。如果今天你们怀疑子轩谋杀木川的话，我跟你们说，是不可能的事。这件事情目前警方还在调查，所以周组长暂时还不能离开。子轩，你受苦了，我们大家都在积极想办法，李俊杰和石云浩正在积极的配合调查，都希望能够尽早为你洗清嫌疑。对了，还有一条路我们可以走，聘请律师走司法程序，这样可以把你先保释出来。不用了，内部调查很快就结束了。我知道木川的死对你打击很大，你不会也怀疑我吧？怎么会呢？过两天是木川的追思会，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想去参加，我想办法安排。谢谢。跟我还说这样的话，别跟我客气。你跟我师父去见木川的监控录像以及子萱姐在病房的画面都有了，但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有声音吗？医院的监控系统是没有音频录制功能的。往前倒。子萱姐进去之前呢是我师父，但她跟木川并没有任何肢体接触，也没有给过她任何东西，所以我想这大概是安全司为什么没有继续调查她的原因。再往前倒看看。继续倒。停，这里重播。把他吃蛋糕那一段再重放一次。药早就已经在他手里，他为什么要自杀？他一定会想办法把你弄出去，去木川的追思会。这是他的遗物。在你妈妈的照片后面有封信，是他写给你的。
你的谅解，但是我期望我的死能给这一切画上一个句号，让你的余生得到安宁。有人曾经告诉我，若想战胜魔鬼，就要先将自己变成魔鬼。所以，不要再去找杀害你父母的真凶。为了你的未来，我宁愿化身厉鬼，背负无间罪业。人生本有太多的选择，我不希望你重复我的错。我走以后，别有用心之人将会靠近，并用你的身世大做文章。届时，希望你能放下执着，远离深渊。你的人生早已无需再注视黑暗。所以我也只能于变天之前在此留下只言片语。所谓绝笔，大抵如此。别过木川。说白鸽不像白鸽，说斑马不像斑马，我说什么都不像什么，是我表达力退化了，还是你不听了？反正情况都差不多。讲故事不像故事，讲笑话不像笑话，你带错着又无心附和。多想问我最亲爱的那个人到底怎么了，若你不爱了，请直说就好了。重新学习讲话时的动作，连同措辞都成为重要的功课。当我开口，怎么声音都没
小心一番，不装模当我开口，怎么声音都哩哩哩喃喃，小声到我都记不得。